不想尝尝教鞭的味道吗？不了，突然没啥胃口。锅给你没收了，看你拿啥煮。咱还有电饭煲。一万零一颗阿倩快过期的大米，洗洗干净放进锅中，炒一颗就会影响口感哦。放上圆乎乎的祖传火锅底料一块，摆上老王同学的火锅配料，注入生命之源，按下煮饭按钮，等待片刻，火锅底料焖饭就香喷喷的出炉啦。怎样？就只有最后一口了？那就石头剪刀布定胜负。我赢了。我以为我们是宠物最多境界了，没想到你居然吃宠，你才是真正强鬼。我们放吃，你咋就吃这个呢？来来来，吃我的黑水蜜，够了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鸡肉不比你们这个香吗？把小鸡洗个澡，放入奥尔良粉，腌制33分33秒，之后裹上水泥粉，其实是墨鱼汁炸粉啦。裹一遍炸粉，放入清水中，再裹一遍，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，水泥炸鸡闪亮登场啦。小颖，这是我周末出去玩在路虎车上拍的照片，好看哎！与路虎发现运动版、大都会版一起发现世界的不凡。小颖，小颖，考试了，别睡了，我来给他提供叫醒服务。小颖，好聪明啊！是不是想装病逃避考试呀、啊？不行啊，小颖，你我可是卧龙凤雏啊，你这我就倒数第一了。胡说啥呢？昨晚我可是发愤图强。那你这是复习他吧，被吸血鬼抓走了。你说每个月都有那365天了。哎呀，还有10分钟考试就要开始了。哎，看你平时请我吃好吃的份上，我也给你来露一手吧。牛奶，木薯淀粉，再来999粒白砂糖，旋转7735下，像鼻涕一样粘稠。拿出我极其入手的金凤饮，小小肚子藏着浓浓蔓越莓和石榴，有丰富的 CC， 小黄姜驱寒暖身，金凤驾到姨妈不闹，再加点热红糖水，倒入糯叽叽小麻薯，还有女孩子最爱的珍珠。甜甜的糖葫芦，山楂糖葫芦太传统了，早就吃腻了。别急，我还有草莓糖葫芦，够现代了吧？这一种水果口味也太单一了吧？我还有水果串，这下口味够丰富了吧？这也太小了吧，这不够塞牙缝呢。太传统，口味单一，太小。有了，那我就做一个草莓红茶味的超大糖葫芦吧。草莓红茶999滴水，哇，好香啊！捞出草莓和红茶，加入冰糖，煮至粘稠。苹果用筷子串起来。如果小颖能够串3个苹果，你们可以给小颖点一个小红心吗？淋上煮好的冰糖，冰糖大葫芦就做好啦。哇，5块，10块，15块，25块。宝宝们，你们觉得这个糖葫芦值多少钱呢？哎呀！同学们，最近真的太热了，老师从校长办公室偷了一台冰箱。让我看看这里面是雪糕护卫还是雪糕刺客，快来看看！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经费有限。不行，今天我要让我们班同学实现雪糕自由。耶！今天我要请同学们1分钟冰淇淋大采购。同学们还真是一点也不客气呢，专门拿雪糕刺客，哈哈哈哈！你们开心就好。家人们帮我算算，他们拿了几种雪糕刺客？大姐，你不拿吗？嘿嘿，我已经拿好了。你个老六，猜猜这些一共花了多少钱？今天来盘点一下那些奇葩冰淇淋，快带着你最好的朋友买给你吃吧！芥末冰淇淋，淡淡的抹茶味。里面还有海苔哎，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吃哎，芥末味一点点，奇葩指数4颗星，拧巴针，哇，闻起来一股香蕉味，长得就是一个拧巴的香蕉，奇葩指数2颗星，小黄人眼睛，啊，我知道的眼睛，酷，小黄人冰淇淋，奇葩指数等于你们点的小爱心，圆圆冰淇淋，
颗榴莲价格只需要4.8块，哇，那我赚翻了。原来只是长得像榴莲，不是真的榴莲。奇葩指数3颗星，美味雪糕，小颖这里。小颖，这些都帮我测一下吧。喂，你在我座位干嘛呢？小颖，你座位遭老鼠了，墙壁都被老鼠咬了。还好我把它赶跑了。你们俩就是那大老鼠吧？那我要给你准备这个。啊！偷吃我巧克力还要用针扎我？最近不是流行那啥吗？哦，是巧克力面条。嗯，你们说的是网络博主平凡翻车成那个巧克力面条？我才不呢！你可以，你原谅。在我研究了网络上各大翻车博主和没翻车的博主视频后，首先需要一些不要钱的巧克力，加入秘密配方白凉粉，再来点水煮沸腾之后就可以关火啦。稍微放凉之后吸入针管中，慢慢的推进管子里，完全冷却之时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，这啥呀这是啊？美味料理小颖教你，好好吃。哇，珊珊，这辣条被你吹得像河豚一样大哎！佳音，你一吹，你也试试。辣条都不卫生啊！莫愁。啊，我的辣条。老师，莫愁肯定是自己想吃。嘘，悄悄的，我给你们自制一个辣条。999粒剩米饭捣烂，简简单单的加入面粉、玉米淀粉、孜然粉、五香粉、辣椒粉，一个鸡蛋揉成一个团团，想吃多长擀多长，上锅蒸300秒。现在来做辣条最灵魂的部分，加入辣椒粉、孜然粉、花椒粉、食盐、白糖，炒出香味，最后放入辣条翻拌。哇，好好吃啊！这是什么过程？回来了，我还从老家给你们带了一些礼物呢。礼物，都是从我老家带来的新鲜水果。我还以为什么好东西呢，爱吃不吃。小颖，你都带了什么水果呀？那哇，是黄金王果哎！这是燕窝果，果肉丝滑多汁，营养价值极高。学校门口的水果店一个要5块钱呢。小颖，我也要吃。阿杰，我只带了一个燕窝果，不过这个可以给你吃。啊，不就是黄瓜吗？我才不吃。对，还不是黄瓜呢，这是应季水果羊角蜜。啊，这要怎么吃啊，小颖？不用削皮，不用锯子，一口咬下去超甜。哇，超甜啊！我靠，这是好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哎呀，这是仙人掌果，外面有刺，里面是红色的果肉。拿来吧你。哎，阿杰。嗯，双眼皮真不错。阿杰，这果肉底下有刺。我看还是好吃的。啊，这又是什么？粉丝宝宝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吗？点点小爱心，下期揭秘。